我叫黄文潘，来麦安德12年了。我的生日与祖国的生日是同一天。我是一名设备研发人员，研发出满足客户需求的卓越的产品，是我努力的目标和不懈的追求。我叫王宇峰，来麦安德13年了。我是一名三维工程设计人员，我的目标是让客户的梦想照进现实。我的生日与祖国的生日也是同一天。我叫葛一之，我来公司6年了。我与祖国同生日。我是一名生产制造管理者，我们的使命是打造高度两化融合的智能制造平台，满足客户需求，提高客户满意度，为公司创造价值。我叫姚春建，我来公司已有9年，我来自即将车间数控机厂的岗位。我与祖国同生日。我叫袁德阳，我是一名产品线县长，我来公司11年，我与祖国同生日。我叫吴小凯，我是一名激光机场组操作手，今年刚来麦安德，我与祖国同生日。我叫郝志超，我是一名装配技师，来公司9年了，我与祖国同生日。我叫董昌文，来麦安德工作15周年，我的生日与祖国的生日是同一天。生日快乐，谢谢。生日快乐，谢谢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也是祖国母亲的生日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更是我们每个中国人为之自豪的节日。我们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践行激情、精细、诚信的企业理念，成就客户，共创美好，为祖国的繁荣昌盛、繁荣昌盛、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，贡献自己的力量，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共同祖国。